一天的双蓝，兄弟们，行不行？够不够用？简易精致高伤，哎呦我操，还行啊，永不磨损加精致啊。546的命中有点可惜，要是546的伤害就非常的舒服了。37力啊，小东西挺别致，又是一个精致啊。提敏双加比较高，525高伤啊，前面的白板啊，后面的话开始憋爆伤了。下一个必带篮子，这把枪篮子珍宝啊，428，我操，556 432耐敏双加47的简易，这波篮子质量好高，436 420啊。你就给我等破甲，有点那个无级别的意思了啊。512加体质449啊，听，没有纯白板，看见吗？即便是国标还有单加，永不磨损耐敏双加啊，可以啊。这十亿出150无级别第一宝珠的男人，鉴定160军火来了，哇塞，这鉴定起来太爽了啊，这太爽了！鉴定军火最爽的就是这段未知的时间，这段未知的加长了5秒钟啊！刺激，唐静，来一把专用，物理暴击几率，他来了啊！武器是489的伤害，出了一把物理暴击几率，没有专用的话就代表着没有双加。我要不磨，我要不磨。问题不大啊。第二个白板，第三个白板，第四个白板，物理暴击几率，我操，还行啊。这把武器命中达标，伤害达标，还带个蓝字物理暴击几率啊。武器要是带不磨就舒服了。592啊，没想到伤害最低的个原神爆出了最高的伤害。